彰化当之后，啊，就是要来行销咱彰化的小旅行美食小吃，啊，咱疫情已经较趋缓啦，所以咱伫这个时阵，杀出咱这本册，啊，特别来介绍了咱彰化的美食小吃，啊，就是要来行销咱彰化的观光，带动咱彰化的经济。啊，咱彰化的美食小吃、美食小吃，啊，不止有这个啊，烤肉饭、肉丸，啊，咱佫有足侪肉包的。啊，桂圆蛋糕，甚至咱嘛有这个地骨龙啊，青草地啊，尤其是这个三角堡啊，青草啊，咱建起拢个社会啊，大家做工过，热天拢会变热着哦，所以我们的美食啊，不是只有这些食的，嘛有饮食的、啉的哦，所以咱的青草、仙草啊，加这个地骨龙啊，加这个草国的青草地，拢真有名哦，尤其是伫这热天的时阵。啊，青草茶会当帮助你的新陈代谢，帮啊保护你的肝啊，所以咱这边啊特别写这本册啊，分类啊不是啊又分区东西南北啊啊，你如果你到南区去旅行，去小旅行的话，你就吃南区的小美食；你到北门啊小旅行的话，你就吃北区的一些啊美食小吃啊，所以这本册是做很有系统的啊做规划。啊，从食物类别啊，那着重的是店家的一些文化食材的介绍。那另外，我们也做一些饮料的啊介绍啊。那写不到的啊，咱后一期后一本也给它写的啊，彰化善策第一册啊啊，我们希望啊，在这个疫情趋缓的时间，我们赶快推出彰化美食小吃宴来行销彰化的观光，让你去。啊，咱的观光彩线团特别要来彰化，就是市长特别去给人拜托啊，所以第一站就要设在彰化。唔通去讲彰化无好佚佗，彰化上好佚佗，彰化上好佚佗，佮上侪好食的物件。你讲这个彰化的美食小吃吼，拢讲到肉包啦、烤肉饭、蚵仔饮啊，这个蛤仔面啦吼，啊，烤肉饭啦等等啊，咱副类的还有饮料类的吼，因为过去。咱是农业社会，大家做粗重的啊，热天人会去憋热着，啊，这就是彰化三角堡的青草，啊，这是彰化啊草阿国啊草阿国的啊这青草茶，啊，这两项啊不但会当啊憋热，会当退火以外，佫会当保护着你的肝脏佮新陈代谢。我想这是咱彰化美食小吃啊真重要的角色，包括这个地骨肉啊，这拢真出名。地骨肉就是用寒脂煮的，哦，啊，所以若有啊，火气真大的人，拢会当来食青草国青草老茶，啊，地骨肉，啊，佮有这个三角堡的青草，安排两天三天都没问题，因为分东西南北，而且有127家店家，所以你用食一礼拜嘛，就袂了啦吼，所以啊，可以挑你喜欢的啦吼，啊，若真正讲慢慢来食较了。可能你吃一礼拜啊，吃袂了。那我每一次都当这个导览员啊，因为我对生态古迹啊有比较深刻的啊认识了哈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城市的宝贝，我们要将这个城市的优点优势行销出去，让大家认识这个城市，来家佚佗，来家吃美食。我想彰化足好佚佗的，嘛足好食的哦，欢迎大家来彰化佚佗。